我哋建议修订法律执业者条例，以逐案嘅方式处理海外律师系咪可以以专案方式嘅参与国家安全嘅问题。基本嘅原则系，除非有例外嘅情况，否则系不得批准海外律师系以专案方式咧参与国家安全案件嘅审理。例外情况系指行政长官有充分嘅理由，相信申请人就有关个案案件以大律师身份执业或者行事，并不涉及国家安全，或者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